所以我们要来今天开始我们的敬拜哈。那第一首歌我们要来唱《福音是神的大能》，这首歌也是今天的经文主题。然后这首歌是吴美云老师在那个赞美操里面所他编的哈，作曲的很简单的一首歌。那我们可以一面唱一面把它背起来，这个境界就在我们脑海中了哈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唱两次哦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信他的人，要救一切信他的人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上帝祝福你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上帝祝福你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我们把歌词念一次好不好？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我说过哈，它是从圣经出来，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。好，罗马书一章十六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来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信他的人，要救一切信他的人。好，我们麦克风不讲了哈，我们三个麦克。Yeah.
只是爱你的爱人，到底祝福你。这首歌我想我们应该都记得了哈，罗马书一章十六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因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信他的人，要救一切信他的人。圣经上明白告诉我们哦，他说如果我们不回转成为孩子的样式，就不能进天国，因为在天国正是这样子的人。所以我很希望说，我今天早上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好不好，让我们先卸下心里面的重担，先卸下我们的一些面具，让我们回转向孩子的样式，我们一起来这边单纯的领受，单纯的来享受神对我们的爱好不好。我们一起来唱我最深爱的主，我最深爱的主，你是加利大能，所以我要寻找
水清。当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时候，我们去寻找医师，可是当我们心里忧伤难过的时候，你会选择独自哭泣，还是你会选择让医师让耶稣来触摸你？这首诗都告诉我们，耶稣会赐下医治，耶稣会赐下知道，耶稣的爱可以满足我们心里的欠缺，耶稣的爱可以医治我们心里的伤口，好不好，弟兄姐妹们？也是要邀请你们，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来宣告：父神，我要靠着你来得胜。耶稣，你宣告就得自由。神，是的，我们要宣告你，我们要靠着你来得自由。耶稣，我们要。